跑不到哪一种菇膳食纤维含量最高？黄喜菇？是吗？不是。自信满满的吗？这个点。五姑，五姑，送给你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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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到两个礼物。这个他还有送我们修图时间，在这里，只要按赞就好了、欸。耶、这个小的吗？对，小的啊，你选。这个香蕉。香蕉。这个也是香蕉。啊、咖啡。来，他终于今天来到台湾第一天拿出一张一百块了。哎呀呀呀！我的姐妹哦，没了没了。我们刚喝了这个蔬果汁。好可爱。念一下，早日回台定居。好了，如果有看到这一张，就知道是我的。这家很有名，所以我要进去买一下。脱鞋子，然后进来。好，我们走进去看看。哦，想要买这个回去。这个适合杯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哪个杯？荆棘柠檬。这边多了好多店家哦，氛围很好哎。弄得很漂亮。去年的过年的时候我们来，那时候这边还没有用好，然后现在真的都用好了，好漂亮哦。他把它规划成一格一格，然后有一些艺术空间啊，或者是那种布置成像这样子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屏东越来越好了。再摆一个公主，这个是我家狗，可爱呀！家狗一个四，满四个月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好美，准备穿线。你来这边啊，来挂着，挂着。你跟他一起挂，你跟他一起挂。空舔叫爸爸，叫爸爸，对，好，换说闲说理理，没有沾到下巴，开口叫妈妈，手拿手打打，空舔妹妹高大喊，妹妹心热心理理，红包以后拿多多，耶，谢谢，耶，抓了抓很紧，来，耶，手拿手打打。永远健康快乐，我祝大家和你健康又大海。耶！狂舔狂舔，他舔了，给他拿着一个换片。家庭理发开张，先研究一下怎么用。OK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先用一下。你先试一下，再给他弄。是这样。来，好。妈妈，你这样子啊、哦，套。对啊，这样子的。好。
这个穿进来，头发，人生第一次的剪头发，哎，还没有哭哎，蛮厉害的。没哭，我大会哭的。乡下散步，小路啊，我以前小时候我不敢走，因为以前这里很多那个流浪狗，然后我有一次在这边被流浪狗追，吓死了。女儿会晒到，就这样子倒着走，好好笑。这条路我以前也是常常被狗狗追，但是现在应该没有那么暗的，应该还好。我们这个乡下地方这几年真的盖了好多房子哦。但住在这边真的很安静哎。屏东是很热嘛，但是到下午其实就是太阳下山后，就是有风吹过来的话，其实是蛮舒服的啦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叫三商国王庙，然后它以前就是有改建，它是好像是三级古迹吧，国中的时候，然后它的密路啊是超级小的，大概。这一条路的一半而已，哎，结果它现在变超大的，哎，那我们这个路灯是柠檬，可爱吗？这就是乡下的庙，但它是古迹哦，你可以在外面拜拜一下。走在这个乡下的小路，我女儿已经睡着了。现在真的盖了好多这种大楼，以前在乡下地方从来没有看过的大楼，像这种现在一直在盖。那边有一只小猫咪，好，天空好漂亮哦。